重温上周本地联赛嘅五大金球第五位，为咗搭前四啊，满贯嘅奥斯丁一于施尽浑身解数啦。第四位，游協的流川枫郑锦兴啦，进攻嘅点子潇洒，防守一样系咁出众啊！第三位，东方龙狮控卫杨瑞琪成功防守，仲喺临完第一节之前成功上埋篮，斗志好顽强啊！第二位，游協嘅费格逊啦，偷波就梗系叻啦，再做个 behind the back 上埋篮入樽咯，够晒精彩啊！第一位，为咗备战常规赛最后一场大战永伦啊，杨和以行动表达个人嘅准备啊，攞到个人身高49分啊！